马陀明王有一个法叫坚固身法。坚固身，什么是坚固身法？你知道男生有所谓的外露，女生也有所谓的外露。那么女生的外露一般来讲跟男生的外露是生理现象，完全是生理现象。女生呢，我以前讲过啊，我们有一个同门啊，人家问他说你贵姓啊，他讲一个月来一次，一个月来一次。大家说听了莫名其妙，为什么你讲一个月来一次呢？因为他姓洪啊，洪先生啊，姓昂啊，姓昂啊，洪先生。他想每一次人家问他说你贵姓，一个月来一次了啊，他姓洪啊，洪先生。昂荡哎，昂荡就是洪董啊，他都是讲一个月来一次，这是正常的。男生也是一样，满则漏，满了就漏。那么你假如是来了不正常，好像女生来了不正常，她一个月来两次，甚至一个月来很多次，有的人还每天滴，啊，这个就不好了。怎办？坚固身法。男的怎么办？男的啊，不是一个月来一次，有的好几个月来一次。那么有的呢，是一个月来好多次。男的也有啊，啊，这不是打麻将啊，啊，这不是打麻将，是自然的，自然的，自然来，你没有办法。以前我们当阿兵哥的时候，我讲啊，当阿兵哥啊，大家都是睡在一起，都是通铺嘛。啊，那个，我们有一些不好意思，半夜爬起来洗棉被、洗被单，啊，洗一洗。啊，大家看到他半夜爬起来洗被单，大家都知道，因为他床单上面呢，啊，有很多的地图，啊，床单上有地图啊，啊，不好意思，来赶快偷偷去洗啊。年轻人会有。其实年纪大的也会有，啊，比较几个月来一次，这样子而已。怎么办？对于我们行者啊，密教里面有一条，要惜金如命啊，要爱惜你自己本身的名点，像保护你的生命一样，《十轮金刚法》里面有，爱惜你的名点。就像保护你自己的生命一样，不能让他随便跑的。那怎么办？马陀明王坚固身法，要拿这个白色的线，白色的线啊，白线，加持800遍的马陀明王心咒，加持那个白线，在白线面前念马陀明王的心咒800遍，然后开始打结，一个咒啊打一个结，一共37个结。念完以后呢，把它束在腰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记得你把它绑在腰，当然不要绑太紧啊，或者会睡不着啊，轻轻的束在腰际这里，束在腰际这里睡觉，或者绑在这个好像是说你的裤子啊，白色的线呢，啊，绑在你的裤子，他就不会跑。来盗你气的，来盗你名点的，来偷你名点的，这些鬼神通通不能来拖你的名点。女生也一样，要来拖你的这个业血的，她也不能来，也不能亲近你。
这个是白色的线，加持马陀明王咒800遍。再来呢，念一次咒，结打一个结，共37个结。晚上睡觉的时候绑在腰际，可以防止你睡眠的时候啊被盗、被偷走，就不会再有这个漏掉明点的事情发生。因为有这个，有我们的同门啊，出家同门跟我讲啊，经常很，他说他一个月要被拖好几次啊。我说哎呀糟糕，这样怎么行呢？我将来教给你一个法啊，就是这个坚固身法。这个坚固身法实在是太好了。